就叫做战场，铠甲是我蓝色荣光，再多一秒烈焰狂潮就要引爆电野梦场，加速心跳步履奔忙，肉身就化作铁壁铜墙，我愿用初心点亮希望，我要用生命扭转时光，我会再回到你身旁，我火焰燃起就叫做战场，铠甲是我蓝色荣光，情报一拉响穿越热浪，我们张开守护的翅膀，逆行的路上不负勇往，我们刻下滚烫的勋章，我退队之后谁都别来送我，不想看着你们哭丧着脸。行了，去忙吧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出去！粗茶淡饭，让生活终归平静简单。未说出口的喜欢，何求而不得的遗憾，无论怎样都是落单。终于决定不再自我为难，让时间释然。你和他的故事多圆满，也与我无关。我能忘掉你多好，哪怕是忘掉你的好，那件你施舍的外套没舍得丢掉。我多想给你拥抱，成为你永远的依靠，写下了骄傲还是做不喂，老王，有件事儿要麻烦你帮个忙。我这边有几份检测报告，想让你帮我看看。罗战不会真要走吧？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就违规了？人都给他救了，还写进警务记录里，那谁还没个特殊情况啊？这以后叫咱怎么救人啊？就是呀，他走了，咱们这帮兄弟得多难过呀。严哥不会让老大走的。怎么不会？那申请都通过了。哎呀，那到底怎么办嘛？不行，咱得找霍战去。哎呀，你找严哥干啥呀？都刘罗战呀。不管他们是因为验医生，还是因为升站长，还是因为违规，是兄弟，有什么事儿不能放在明面上说？拿出来晒晒，不都翻篇了吗？走走走走走，别冲动，你们拦着我干嘛呀？反正今天这事儿要解决不了，我也不干。人家老大回家能继承家业，你呢？你继承啥呀？你真以为你是继承者门呐？你要走是吧？行，你从那边走。你好好看书，你
去看你电视剧去，找点灵感嘛。小马，大哥去想想办法。走走，干嘛？退啊！你要真要走的话，把那本书还我。喂！哎呀！要来份，谢谢。这个点才吃饭、啊，食堂饭实在太好吃了，走之前多吃两顿。嗯，为什么要走啊？是叶兰吗？还是因为这个站长？注意接近报告表吗？想多了，我就是单纯的想回家了。对，一起打火球。是不是我不来，你和霍岩的那点光荣事迹都得出续集了？嗨，这事儿啊，翻篇了。我那退队申请什么时候批下来？少给我打岔。你说，你和霍岩之间到底怎么了？不对付呗，你也知道，受不了，不想干了。不对付，受不了，不想干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在火场上为什么拼了命的去救他？我想回家当我的副大少爷，总行了吧？你给我过来！你不跟我说实话，我是不会同意你离队的。陈队，我这事儿是真不好说，要不然等……等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是我带过的，我不管你和霍岩现在是什么关系，我希望你们能安分点。我也不管你以后离开队伍干什么，去哪儿。我希望你记住，你永远是这支队伍的一份子。我们队伍的荣誉不能忘，信仰不能丢。是。试着索引爱意，穿过了你的心，再去牵你的手，穿过了很多夜，才懂光不会走，你在就会知道，敞开的怀抱随时等着我，就像。Oh
小白，嗯，你之前还老说我，这一次我可要批评你了。你看人家小花都等了多久了，你赶紧去吧。那是你不了解他，他今天过来找我就不是来找我吃饭的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，憋不住自己就说。你们得帮我。怎么了？你兄弟又出什么事情了？谁失恋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是罗振他要走了，他要离开消防队。啊？就上次罗振那个违规操作，霍战给他写到警务记录里了。现在他们俩闹矛盾，哎，你们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呀。喂，韩总，小罗总啊，接到你的电话我挺意外的。哎，我可是专门给你打过来安慰你。安慰我什么？跟我你就别装了。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你跟霍爷那点破事儿，没准咱们两个早就是好兄弟了。哦。我们俩不对付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对他们不忠。那正好，我们最近可以聊聊合作的事情。干嘛呢你们？是这样的，我跟千里今天想组织大家玩个游戏，真心话大冒险，怎么样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哎对，嗯，哎，好，我这里还有事儿，你们先玩。哎，你哎你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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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下坐下。走什么呀？打打游戏嘛，大家。来，我说一下游戏规则，听好了。大鬼提问者，抽到小鬼的人呢，真心话或者大冒险二选一。但是如果你回答不上来，有惩罚哦，喝牛奶。我洗个牌啊。我的，你的，大印，颜亮，罗战，还有千里。我是大鬼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看看。第一局玩真心话吧，简单点好不好？真心话，真心话，问吧。我问了，如果你跟你的兄弟同时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，你会对你兄弟说些什么呢？不要脸。这什么鬼问题啊！这玩游戏，这他也没有错。回答太模糊了，这不算，哎呀，这不行，再问一个问题，再问一个问题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快点。如果有个升职机会，你会选择让给你兄弟吗？不会。不错啊，不错，我们再来下一局。哎哎哎，我来吧，我来问吧。都一样，都一样，他问他，都是问问题啊，都一样。
杰哥，铁壁坊着火那回，严哥是你救的。地震救援那么危险，你们两个一起带着我们挺过来。所以不管发生任何状况，我们都不会抛弃彼此的，对吧？我选大冒险。哎，圆圆还选真心话比较好，喝牛奶太……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严医生，我们是正规的试药中心，新药按照章程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临床试验，我们呢也是按照章程出具医学报告，这谁都到不了家。你说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李主任，试药中心是真实记录药物在人体试验结果的地方，如果遇到问题应该立即就诊，这你是知道的，所以这件事我们应该谨慎对待，这是对所有病人负责。严医生，就算啊，新药真实出了问题，如果我们隐瞒不报，那是我们要负责任的。我怎么不能拿自己的公司开玩笑吧？放心，新药没有问题。那些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出现体表血管瘤，那也是偶然事件，跟新药没有关系。李主任，对了。待会儿呀，我还有个会议，我也知道叶医生也是个大忙人，今天呢，就不留你喝茶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大忙人。终于舍得接我电话了啊！你不是说在跟我约会呢吗？怎么没看到你人呢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改几个数据而已，有那么难吗？按理说，上次的临床试验报告，我就应该如实上报的。我是看在你的面上才把这个事情压下来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韩先生，您是大老板，你就放过我们这些小人物吧。回答我的问题。很难吗？这件事一旦出了问题，那我公司就完了。我公司也是小公司，平时呢也就混口饭吃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很难吗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
一旦出了问题，谁都担当不起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叔叔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，你忙完了就赶紧来接我呀。你想干什么？韩培，不许你胡来啊！不许碰我女儿。李主任啊，那就要看您想让我干什么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很难吗？啊，不不不，不难。不难。不难就好。罗姐，是因为报告表吗？我愿意公开道歉，不重要了。你真的舍得离开兄弟们吗？责任和处罚我来领。替我盯着点大雁，让他一定要考上消防救援学院，他可是一块儿当指挥员的料。还有李延亮，这家伙最猛了，什么事儿都第一个往前冲，出任务的时候拦着他点。罗姐，留下来吧。马千里是我们哥几个中年龄最小的，平时也没自己的主意，最担心的就是他。你要替我照顾好他。到底是为什么？还有你，郭岩，他们都不敢跟你说，我不管那个。你睡觉磨牙，比李延亮那呼噜还响。我查了一下，磨牙是因为精神压力大，平常别总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和兄弟们聊聊天。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，你才不会离开兄弟们啊？罗姐，罗姐，Abdon Ability。我站真是绝了啊！这么多年兄弟，说走就走。是啊，你说霍震这么求他，他还非要走。他要是真想留，他能留不住吗？我还记得罗湛第一回请我们喝可乐的样子，还有后来请我们吃一顿又一顿的宵夜，现在都吃不着了。A B I L A A B， 你 A B A B A B 什么呀？罗湛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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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那你也走呗，我上哪儿去啊？你有没有心呢？你有没有心呢？你，哎呀，你们操啥心呢？人老大走了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那我现在得招考了，你给我点时间行不行？大印，其实你这样也挺好的。你说你要真考上了，咱队里又少一个人。我要考上，我上学我还回来呢。你刚说什么？啊？你刚说罗湛走有原因，
什么原因？说呀。哎，不对。你说呀，说呀你。能使劲呢，说说。说不说？你现在对我是越来越不尊重了。我离队了。啊！我现在回到自己家的药厂上班了，以后就不是一名消防员了。你确定吗？也该回去了。罗杰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选择支持你。做女朋友吧，解宋，我不让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让你解宋。停。不，没听见的话，我过几天再说一次。不行，你现在再说一次。小点声。垃圾！胆小鬼！这回舒服点了吧？小声点。幻想你在这里，突然下起。我变成一把伞，多么适合的距离。如果再停留一秒，会不会相遇？如果再近一点拥抱，有什么传奇？如果转世时能忘了带走那件外套，隔着玻璃问你还有你的气息，能不能别让梦惊醒？好不容易陪我入戏，却找不到自己。剧本是设计的场景，真心陪我出席，为何不在一起？情节跌宕几个高低，等着月光把真心都照明。罗杰，到。是最后的结局。能不能别让梦清醒？胡爷。好不容易。三。入戏，却找不到自己。剧本却设计的场景，对白隐藏着怎样的心理？空洞的阶梯，
罗詹，罗詹，来，坐。以后别叫罗詹了，以后叫我罗总。罗总，请问两位还需要点什么？哦，来一瓶啤酒，谢谢。两瓶白酒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？从今天开始。我明天不是休假吗？我跟队里报备过了。谢谢。好，我知道。我现在说什么，你也不会回来了。这是。周莹给咱俩的感谢信，我想把它给你当个纪念。周颖现在怎么样了？腿保住了吗？保住了，他现在挺好的。收起了。对不起，罗姐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霍言。之前让大家都以为。是因为你我才对的对。其实，我回家是为了调查跟燕兰有关的一件事情。但你别多想，我就是以家人的角度去想保护一下她。虽然。我现在离开消防队了，但是我一点儿、一丁点儿遗憾都没有，因为我把我最好的时间全部留在了东山消防队。我一点都不怀疑你对咱们站的感情，但是你知道你就这样离开了，站里有多少兄弟？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吗？我干了。你早就应该告诉我。韩佩跟踪燕兰的事情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韩佩在燕兰身上。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U 盘，但这个 U 盘现在在我身上，我仔细看过了，里面是一些医学方面的报告，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。不过，手机里我也拷了一份，你也看看吧。看不大明白。就是这个 PDE 的单抗药。对。不行，我真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学化学，我现在这些啊，一个都看不懂。那有什么打算？我现在已经和韩梅合作起来了，
借这个机会会慢慢的接近他，但是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，我们之间很多事情他都知道，这人很危险。韩佩在叶兰身上还放了窃听器，不过你放心，我都已经处理掉了。难怪，其实我现在还欠叶兰一个解释。你更欠我一个。外出游玩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选择去海边或者湖边，如果不慎落水，我们要怎么自救呢？首先要保持冷静，迅速抓住身边可以漂浮的物品，如木板、背包，保持头部露出水面，呼吸时保持嘴呼鼻吸，避免呛水，拖延时间，等待救援。给朝阳树深情，你哭过热心情都担心，抱着你把喧闹都屏蔽，遇见你晕开了，原谅你难秘密，这秘密的谜底是我们对视着所隐爱意，过了你的心再去牵你的手，穿过了很多夜才懂光不会走，你在就会知道，张开的怀抱随时等着我，就像慢慢